老大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有事儿？没，我就想问问，你心情好点没有？要是没好呢？有事说事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真没有，我就想关心你一下。我用得着你关心我？尊敬的 VIP 会员您好，今明两天本市有雨，如要出门，请带上雨具哦。今夜有缘吧。我去，老大，你就用微信了？可以啊。愣着干嘛呢？该洗脸的洗脸，该刷牙的刷牙，车在楼下等你们了，要等你们等多久？如果要预约今晚的网吧，可以提前预约哦，我会为您保留位置的。哎，怎么样，回了吗？你不是给他发了好多条吗？都没回。昨天晚上看见老大了吗？哎呦，我没见着，没有。都没看见啊？没有。他到底是回来还是没回来啊？难说。老男人彻夜未归这种事情，不要问得太直白。那就你去。你年龄小，老大不会说你的，你去吧，真的。可是每次骂的不都是我吗？哎，老大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有事儿？没，我就想问问，你心情好点没有？要是没好呢？有事说事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真没有，我就想关心你一下。我用得着你关心我？尊敬的 VIP 会员您好，今明两天本市有雨，如要出门，请带上雨具哦。今夜有缘吧。我去，老大，你就用微信了？可以啊。愣着干嘛呢？该洗脸的洗脸，该刷牙的刷牙，车在楼下等你们了，要等你们等多久？如果要预约今晚的网吧，可以提前预约哦。我会为您保留位置的。哎，怎么样，回了吗？你不是给他发了好多条吗？都没回。吓我一跳，你干嘛老一个人在这看手机发呆呀？快放寒假了，心神不宁的。
是不是偷偷计划出去玩呢？才没有呢！我表弟不是开了个网吧吗？现在没有人看了，我只要寒假一有时间就得帮他看网吧，哪有时间出去玩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能一天到晚就只想着读书啊、研究呀，好不容易放个假还帮人家看网吧，你看这儿谁生活像你这么枯燥乏味的？你就应该好好的谈一段浪漫的恋爱。丫丫，喜欢一个人什么感觉啊？你有喜欢的人了？说什么呢？我才没有。你肯定是。你喜欢郑辉？是郑辉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人家师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郑辉师哥非常老实，别开这种玩笑。给，谢谢。每天喝一杯果汁，补充维他命 C。丫丫，我有些事想跟你私底下说一下，可以吗？我呀，不是，年年，你，就一下下，就一下下。好吧。一下下去吧，一下下。那佟丽啊，我待会儿回来找你啊。好。你要等我啊。丫丫，来，丫丫，我想和你说一下，那个。丫丫，我一直觉得你人很好。嗨，我们也认识很久了。你长得又漂亮，然后学习成绩也好嘛，对吧？童年呢，他人也很好。他学习成绩也很棒。对。我觉得他长得也特漂亮。所以我。你。所以我想。你想。我想我，你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年年是不是？哎，我早应该看出来了，每天一杯果汁，哎，原来是这样，学长，你真的忍很久了哎。是啊，我忍了好久。不是，我这不是看年年太优秀，我一直怕他拒绝我，真的没办法我才。不用担心啊，你也很优秀啊。你看你们俩都是学霸，学霸配学霸，门门一百分哎。看在我每天也有一杯果汁的份上，我帮定你了。真的吗？那你一定要帮我啊。谢谢。哎呀，不客气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学长，学长，你太客气了。谢谢你，丫丫。不用。真的太谢谢你。